别秀施孝荣老师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歌手马上一一的就要登场来为大家做演出。今天第一位歌手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，相信很多的朋友听到他的歌声绝对非常的熟悉，因为听到他的歌你就会听到忘了我是谁，对不对？而且呢各位，他现在呢在幕后也有教唱歌，大家对他也不陌生，很多大咖的歌手都是他训练出来的。现在借由你热情的掌声欢迎王海玲，谢谢。这是我的第一首歌，你们会唱吗？一起来哦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的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的时候心里疼，看过以后眼泪垂。所有最亲爱的鹿港的朋友，还有远道而来的朋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精神好吗？天气很棒，对不对？鹿港小镇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，因为充满了让我们这些台北怂呢，我们觉得来鹿港就是一种朝圣之旅，因为有太多很棒的文化。有一首歌就是罗大佑的《鹿港小镇》那我相信今天晚上呢，让我们的民歌能够像罗大佑的《鹿港小镇》一样，飘放在我们今天鹿港的天空。有太多好听的民歌了，今天那么多的歌手呢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很享受。每一首歌都是我们一起长大的，一起的故事。每一首歌都充满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。真的，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呢，大概三四十年前吧，
那时候你们都是在，跟我差不多同年吧，我们大家都是八年级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呢，其实呢，大家生活都不是那么的富裕，但是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精神很富足，因为我们有大家一起喜欢的歌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来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大声唱啊！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代表了民歌年代的一个精神，那就是文青啊。我们现在很流行文青，最早的文青运动就在民歌年代了。那个时候，好多的大学生哈，一些读书的朋友呢，开始除了念书之外，创作音乐，一起加入流行音乐的阵容。还有很多的诗啊，像刚刚这首《忘了我是谁》就是李敖的作品。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郑愁予这位诗人的作品，我们一起来回味《寄》，谢谢。
好多的歌曲呢，只要歌声一响，我们的心就在一起，好美好。我们继续来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不要客气哦，大声一点哦。听我把春水叫寒，后面朋友大声一点。承诺，我
们要永远做最善良、最单纯、最快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哦！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？谁令我感动，眼里伤痛？早晨的微风在心中。尽情享受，下次见。谢谢王海玲，谢谢老师。